那我说我要学会放下。那我现在我考试了，我遇到这道题不会做，我放下，我就跳过去，对不对？我要做下边的。那我说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这是减法题，我遇到减法题我放下，不会做。等我上二年级，我只要遇到减法题我就不会做。所以你一定得补考，得把这减法学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最后你不可能放得下，只要是你认知创造的题目，你必须得过，你必须得把那个认知彻底颠覆，这叫消业啊。我们很多人一个事儿我放下啊，我下回就躲了，对不对？我在恋爱所有题我不谈恋爱了，行不行？是不是？这题我不做，可以啊，但你下意识来还得做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你人生的意义在于要提升，提升什么呀？提升我们意识能量的维